这里也要特别介绍，就是关于如何制作的时候，它所提供的资源呈现。好，那各位可以看得到，它就教你如何来制作，然后有简单的三个步骤，主要就是先建立账号，然后利用桌机或者是平板来制作，然后再接着来做体验。好，那每个设计的参考，它其实讲的都还蛮直觉的，图形啦、辅以文字的说明，哈，然后每个物件其实也还可以做得到蛮细的设定，包括角色的颜色等等，好，那这边有告诉你说，探索的时候你可以在不同的载具上都可以使用，好，那这里还我觉得更特别的地方就是说，我们还可以加上一点点 coding 的部分，好，那主要呢就是你可以用 Blockly 或者是 JavaScript。TypeScript 来用，不过我看了别的网站有提到这边好像这一块是需要付费的哦，那大概我再来了解一下啊，这边它就有一些例子的范例可以参考。好，那就先介绍到这边。